尽管令延长冲击我国经济，那智库就预测中小型企业的命运岌岌可危，可能面临倒闭。身为一位领导，身为公司的老板，在面对这样艰难的这种挑战的时候，你们的思维应该要如何去定位呢？要有怎样的思维才能够带领你们的员工去突破这个困境？我相信大家都会很担心，就是我的员工到底回到公司是会怎样，他们会不会马上可以回到工作岗位直接投入去工作，还是说他们会在那边变得很担心，然后就不懂要做什么，公司就一团糟。